你好，准备好晒啦，个囚犯呢？ 就系佢啊！呢个阿伯，佢竟然系国家威胁，要流放佢嚟呢个荒岛。罗马嗰啲将官系咪癫咗啊？小心讲嘢啊，提多。讲。 点解要带佢嚟？我哋嘅主基督系真神啊！咩话？只有主基督系真神，耶稣基督先系真神，但系罗马皇帝却自称系真神。咁又点啊？只有一位真神，只有一位主，就系我侍奉嘅神。佢唔认罗马皇帝系神，咁佢哋就放逐佢嚟到呢一度。 点解唔索性杀咗佢？佢哋试过啦，但系整极佢都唔死。咁系咩意思？系真噶，呢个阿伯好似唔会死噶，却个基督徒好有影响力噶，仲煽动其他人跟从佢所谓嘅救主耶稣基督。佢系真神嘅儿子，试过恐吓佢。 又拉佢坐监，仲要获嚟主佢，主佢，系啊，但系就系咁样啦，都冇用啊，佢完全冇事啊，有乜可能？冇可能，唔系我哋就唔会喺呢度啦，佢死都唔会放弃效忠嗰个耶稣基督，又唔肯停止传道。我可以点啊？耶稣为我舍弃生命，佢亦都为咗你。 为世上每一个人，佢死喺十字架上，还清我哋嘅罪债。佢带我哋去到神嘅面前，佢从死里边复活，叫我哋成为佢嘅见证人。佢嘅说话带嚟生命同埋喜乐。我点可以唔向其他人讲呢个奇妙嘅真理呢？我话你知，我做唔到。你咁固执，而家对你有咩好处啊，白夜公？ 你嘅主冇救你脱离苦难，等你安享晚年啊！系咪啊，普鲁？你系士兵嘛？我当然系啦，老爷，仲要系个忠心嘅士兵，永远都系。咁你就应该知道捍卫自己所信嘅真理系乜嘢意思啊？我为基督戴上咗枷锁，就算被流放到荒岛，都觉得好光荣。而你呢？ 为罗马帝国尽忠，你觉得光荣吗？讲中你嘅要害啦，提多。原来佢真系癫嘅。但系你点知啊，老伯？你点解咁肯定呢个耶稣佢就系佢话咩话？神嘅儿子啊？因为我亲眼见过。 系好耐之前已经有好多征兆讲到佢，亦都有预言，主自己要俾你哋一个兆头。看啊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并要给他起一个名字，叫做以马内利，就系神与我哋同在。童女生仔，根本就冇可能嘅。 在神凡事都能啊！神派天使到加利利嘅拿撒勒城揾你一个童女。你系蒙大恩嘅女子玛利亚。咩话？你系边个？唔使惊，玛利亚，你喺神面前已经蒙恩啦。 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帮佢改名叫耶稣。佢要为大，必称为至高者嘅儿子。佢嘅国亦都冇穷尽。但系啊，点可能有啲咁嘅事噶？我都未出嫁。圣灵要临到你身上。
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预言应验了，那个 BB 就出世，她的丈夫若失是个木匠，一个好人来的，她被神拣选要保护她们两母子，因为有人想杀这个 BB， 周围去找他们要杀他。玛利亚，快点啊，我们要走了。我想什么事啊？你在这里做什么啊？个 BB 啊，他有危险啊。他们只不过是小孩子，那又怎样？我是以色列的王，我是犹太人的王，没有人可以抢我的王位。但只不过是一个预言，可能不是真的呢。预言怎么说？犹大地的伯利恒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，将来会有一位君王要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。看看百里行上面的粒星，博士都说这样就代表了犹太人的王已经诞生了，我绝对不会冒这个风险。我才是犹太人的王，没人可以抢走我的王位，听到没？没人可以。所有两岁以下的细路全部杀晒，一个都不可以留。他们一家三口逃亡到埃及，住在那里，直到希律王死之后，他们返回以色列地，在那里耶稣和他的家人一起生活，一直到三十岁。这个施洗约翰，他说自己是什么话？我们就要查明这一点，回去禀报给大祭司知。这帮无知的蠢材涌来这一个人道，看看他们本来应该在圣殿，但是就走来这里和个疯癫人一起。悔改啦，天国近啦，你们应当悔改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你看他们又在那里啊，安德烈，看来又是问同一个问题了。帮帮我们啊，我们要怎样才可以得救啊？悔改，如果你们要得救就要悔改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怎样才可以得救？当然遵守摩西的律法了。毒蛇的种类，悔改啦！叫我们悔改？你说什么啊？我们法利赛人遵守摩西的律法，被你们这班这样的人严谨得多，还有什么要悔改啊？不要以为有阿伯拉罕做你们的祖宗，神就会接纳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神可以从这些石头给阿伯拉罕兴起他的子孙。够了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基督？是不是那位尼赛亚？就是神所差遣来救我们那位？我就是那个在旷野大声呼喊的先知，预备主的道。我现在是用水帮你们施洗，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连帮他解鞋带都不配。
我是用水帮你们施洗，但是他要用用圣灵和火帮你们施洗。我们受够了，简直就是废话。你来受我的洗，耶稣？不得，应该是你为我施洗才对。约翰，我们理应这样做，尽诸般的义，行神旨意。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耶稣受洗之后，就独自去到旷野，他禁食祈祷40日。40日不吃嘢，他的身体变得很虚弱，但是他的灵依然很刚强。耶稣，哦，耶稣，40日禁食真的厉害，看看，好食吗？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将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呢？你吃吧，吃了就不会再觉得肚饿了。等什么？经常记载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。冲冲，好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跳下去看看神会不会救你。经常不是说主要吩咐侍者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吗？经常亦都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。看下，你啲全部都系你。只要你愿意跪低敬拜我，只要你跪低拜我，我会赐俾你世上嘅万国同万国嘅荣华。撒旦，你同我退去。因为经常说当拜主你的神，单单要侍奉他。快点啊，收回网啊，简直是浪费时间，出了去整晚啊，整晚啊，什么都捉不到。不用那么生气，西门就快可以有觉好睡啦。我张床都被瑞利搬走了，还哪有床啊？西门，西门，已经不够人手，你两个还整晚连影都不见。雅各，西门，说你们都不会信啊。你们两个现在才出现啊？我哋成晚忙得好交关啊！我知阿国，但我哋迟到系有理由噶。最好系咁啦，我哋揾到佢啦。揾到边个啊？揾到尼赛亚。尼赛亚。
施洗约翰叫我哋去跟随佢噶，我哋咪跟住佢咯，仲同佢倾咗成晚啊。系啊，成晚啊，成晚又嚟啦，成晚啊，我哋就喺度忙咗成晚，你两个就无所事事咁嘥晒时间喺嗰啲，边个啊？你系边个？耶稣，就系佢啊，西门，就系呢个啦。是尼赛亚拿撒勒人耶稣啊！冷静啲啊，西门。尼赛亚，我哋一直等紧嗰个尼赛亚。拿撒勒边有好嘢出噶？是真噶，西门。将船开出大海。咩话？点解啊？我哋去打鱼。我点解要听你讲啊？我已经打咗成晚啦，一啲收获都冇啊！我嚟啦，西门、雅各，嚟试多次啦。系咯，你哋都打咗成晚鱼啦。嚟啦，睇下呢个人搞咩。唉，好啦，咁就等你死咗条心啦。下次出海，你哋两个做晒所有嘢啊！我哋就喺呢度散网啦。简直系嘥时间，嘥心机啊！捉到鱼先叫醒我。啊！哎呀！啊！啊！啊！西门，西门，你睇下，啊！快啲过嚟睇下啊！真系好多鱼啊！快啲过嚟帮手啊！乜咁多鱼嘅？个网就嚟烂啦，叫你一艘船嚟啊！哇，主啊！哦，主啊！神迹啊！哇，真系好多鱼啊！今次系我哋收获最多嘅一次啊，仲系最好卖添啊！两四克啦，诶，嗰条三四克啦。主啊，我嘅主啊，离开我，我系个罪人。唔使惊嘅，西门彼得，嚟跟从我。你嘅意思系跟从我啊，彼得。你哋几个都嚟跟从我，我要你哋得人好似得鱼一样。啊啊！你指而家？系啊，而家。啊！但系啱啱先捉到咁多鱼、啊。从此以后。你要得人，就咁抌低个网就走啦，咁啲生意点算啊？好啦，等我啊！
呢度系咪西门彼得嘅屋企啊？拿撒勒人耶稣系咪喺里面啊？系啊系啊，不过都逼唔到入去。我听讲过佢嘅神迹，盲嘅睇得见，仲医好大麻风添。系啊系啊，我都听过啊，佢仲医好咗一个被鬼附嘅男仔啊。是真的，真是神迹来的，我当时都在场，我亲眼见到的。还有啊，听说他还医好了西门的外母，他本来病了，辛苦到落不到床的，但是现在你看看，他在里面服侍着人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为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就要为你们开门。祈求就得了？是啊，只要祈求就可以得着。啊？喂喂，咪住啊！你们搞咩啊？嗰顶，你们拆咗嗰顶，救下我！求下你救下我，求下你救下我啦！求下你，我瘫咗好多年，求下你救下我。拉比，拉比，我哋听讲你可以行神迹，可唔可以谂办法帮下佢，救下佢啊？好啦好啦，良善嘅拉比仲可以做咩啊？抬佢翻屋企啦！求下你啊，拉比，我知道神会听你嘅祈祷嘅。拉比，求下你啦！你可以放心，你嘅罪吓都得到赦免。吓？他的罪得到赦免啊？哪有可能啊？这样是亵渎的，只有神才可以赦罪的。真是亵渎啊，太过分了。是的，是的，亵渎神啊。你们说哪一样容易一点，说你的罪得到赦免，还是说起来行走，但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起来吧，拿起你的皮肉回家。叫他起来，现在是怎样啊？我都回来了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！简直系神迹，系神迹啊！我话你知啊，呢个人自称系神，咁样系亵渎啊！但系你都见到噶，当时你都在场。佢医好个瘫子啊，根本唔代表啲乜。就算佢能够医好呢个人，但系除咗神之外，冇人有权赦免人嘅罪。看看这班人啊，哇，真的很神奇啊。日期满了，神的国已经近了，你们应该要悔改，信福音，使罪得到赦免。福音是给每个人，福音是给你们每一个人。攞嚟攞嚟，我冇咁多时间啦。我就系得咁多钱咋，你啊，可唔可以？唔好嘥我时间喺度诈诈地地啊！快啲啊，攞钱出嚟啊！我屋企啊，真系冇晒钱。攞嚟啦，阻住晒。喂，嗰啲钱。
个钱系我噶。佢啊，就系叙利马太啦，专帮罗马人收税嘅，当然都收埋一份俾自己啦。有啲人好似唔系几喜欢你，或者咧，都有啲人或者中意我。马太啊，马太，我当回走过你啊！你饮够啦你，我哋走啦，唔好惹啲人啊！啲人会讲闲话，你一定要小心。诶，咪住，你就系最近令到全城轰动嘅嗰个先知啊，拿撒勒人耶稣。唔好掂佢啊！关你咩事？或者佢唔介意呢？我知你系边个，我睇住你医好个瘫咗嘅人，你仲同佢讲罪得赦免，我相信你系神差嚟嘅，你嚟跟从我啦。马太，你去跟从耶稣。他们觉得啱，拉比，我不是好人嚟。我冇问你是不是好人。嚟啦，马太，嚟跟从我啦。喂，你觉得点啊？咁你都唔记得啊，西门？耶稣叫我哋撒网捕鱼，果然有咗大丰收。然后佢话我哋要得人如得鱼。得人？系啊，就好似得到你啦、我啦、我哋啲渔夫啦，仲有税利啊，甚至所有人都要得救啊！一切都唔同晒啦，西门，一切都有咗新嘅盼望啦。耶稣他继续医治有病的和瘸腿的人，这些事情就应验了圣经上面的预言所记载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，宣布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救我，我是盲的，求你救我。做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去西罗亚前洗下。我睇到了，我睇到了，我睇到了，我可以睇翻嘢啦！佢实在系一个麻烦人，系个祸害啊！我同意，佢仲同埋嗰啲税吏同埋妓女嗰类咁嘅罪人走埋一齐。仲还要赦免佢哋嘅罪啊！系亵渎神，唔使怀疑啦。咁样我哋仲等啲乜嘢啊？我哋身为摩西律法嘅守护者，所以就有责任去到阻止佢，要立即采取行动。但系大家都睇见神迹噶，佢医好有病嘅人，甚至叫死人复活啦。唉，够啦！嗰头话佢医好咗个细路，而家甚至话佢可以令死人复活，呢啲根本系谣言，太荒谬啦！但系就喺今日，一个盲嘅人竟然重见光明，就系喺圣殿呢度。系佢哋讲嘅啫，我哋又点知呢啲所谓嘅神迹系真定系假啊？好啦，真系个
神迹啊！神迹啊！我你带晒呢班人嚟，究竟想点啊？俾啲时间我啊，唔好心急住，等等。话我知，佢系唔系你个仔？系啊，系啊。佢系咪一出世就盲嘅？天生盲噶。咁点解佢而家睇到嘢？我哋唔知道啊。佢咁大个啦，我谂你哋自己问佢啦。我睇到佢啦，我睇到佢啦。你到底有啲咩想讲啊？我睇得到啦，我睇翻嘢啦。有个人系先知，佢医好我啊。佢啊，行开啊！就算你睇得翻嘢，都系神嘅作为，唔系你所讲嗰个人嘅能力。我哋只知道佢系个罪人，罪人。你话佢系唔系罪人？我唔知道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，从前我对眼系盲嘅，而家我可以睇翻嘢啦。冇可能，佢系点样做到噶？我唔知道啊，不过我肯定可以揾到佢噶。唔通你亦都想做佢嘅门徒咩？拉佢出去，荒谬啊！你想去做佢嘅门徒，唔关我哋嘅事，我哋只会跟从摩西。至于呢个人，我哋唔知佢喺边度嚟嘅。哼，咁真系奇啦，连你哋都唔知道佢系边个？你哋有冇听过天生系盲嘅，竟然都可以医得翻啦？我话你知，系佢医好咗我。呢个人如果唔系从神嚟嘅，绝对咩都做唔到啊！你个盲眼嘅罪人！竟然咁教训我哋，出去，拉佢出去，出去！我睇到啦，系个神迹啊！我睇到个蓝天，仲见到白云，睇下啲雀仔，我睇到啦，睇到啦，我睇到啦！啊！佢成晚都喺嗰度啊！系啊，佢喺度祈祷啊！你有冇挂住啊？咩啊？船啦、啊，加里利啦、啊，有事啦，挂住屋企。不过老婆煮嘅餸。我就唔系几挂住啦，不过嗰只船系啊，真系有啲自由广阔嘅大海。咁你翻去嘅时候就要好好珍惜啦。我哋唔会翻去，我哋都知道一切已经唔同晒。我哋唔会翻转头，呢一个系神嘅旨意。我要差遣你哋出去，你哋十二个人，两个人一组，要出去传讲天国嘅福音。你哋要边行边讲，宣告天国已经临近。主啊，我哋已经撇下一切跟随你啊！冇错，彼得，你哋每一个人都付咗代价。任何人如果为我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姊妹、父亲母亲、妻子儿女同埋田地，为我个名传扬福音，一定可以喺今世得百倍嘅。虽然会受逼迫，但系喺来世必得永生。你哋要去医病、洁净麻风、让死人复活。替人赶鬼，你哋要白白得来，白白舍去。你哋去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哋要灵巧像蛇，信亮像鸽子。有好多人会逼迫你哋，凡喺人面前认我嘅，我喺我天上嘅父面前亦必会认佢；凡喺人面前唔认我嘅，我喺我天上嘅父面前亦必然唔会认佢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，
为我失丧生命的张耀得着生命。谁接待你们，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位差我来的天父。于是我们就两个人一组，遵照他的吩咐，周围去传讲耶稣的信息。好多人都欢喜地领受福音，只有少数人例外。加利利、底加波利、耶路撒冷，甚至约旦河那边，似乎全世界的人都跟随着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了。你而家先知咩？到底应该点做好啊？我咪谂紧咯。我哋唔可以就咁坐喺度咩都唔做噶嘛。杰拉大人，咩事啊？咩事啊？咩事啊？嘿，你睇唔到我哋喺度开紧会嘅咩？咩事啊？唔好意思啊，但系咧有班人捉咗个女人，系喺行任时捉噶，仲将佢押到嚟呢度啦。咁太过分啦，你识律法噶？跟他们说用石头打死他吧。知道。是我们要怎样对付这个耶稣啊？他将我们的百姓全部都带走了，离开我们了。等一下，回头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们还在谈论的。带那个淫妇来跟我们一起走。你想做什么？你可不可以静一点？我有个办法，行吧。我是世界的光，凡跟从我就不再黑暗里走。得唔得噶？咁样行得通咩？耶稣唔系开咗盲人嘅眼咩？我哋亦都应该开盲人嘅眼，就系嗰班盲目跟从佢嘅人。行开啊！唔好阻住条路，行开。啊！拉比，这个女人被捉到的时候正犯奸淫，是当场被捕的。你都知道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将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的。拉比，你说怎么做好呢？你们中间边个是无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。告你的人现在在哪里？没有人要来定你的罪吗？只没有啊。是这样，我都不定你的罪。走吧，不要再犯罪。多谢。点睇呢件事？点睇呢件事？睇下呢个女人，耶稣赦免咗佢嘅罪，呢个女人嘅心就得到咗平安，完全变成咗另一个人。你同我一齐见证咗个神迹，一个破碎嘅生命得到重建，真系唔简单。我都要亲自去请教下耶稣。
你哥睇冇大人？我想见一见拉比，向佢请教。拉比，拉比，我相信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如果没有神同在，没有人做得到的。我看见神的大能，就在你和你的门徒里面。我实在这样跟你说，一个人如果他不重生的，就不能够见神的国。但是人已经老了，又怎可能重生啊？人的肉身是父母所生的，人的灵命就是从圣灵生。但是怎可能呢？你身为以色列人的老师，连这些都不明白吗？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够入神的国。听你咁讲，佢真系老师，仲识得医病同埋医治破碎心灵嘅医生，甚至系宗教领袖同埋律法师都嚟寻求佢嘅意见啊！耶稣嘅名声远播，好多人从各处嚟听佢讲道，佢哋嘅心灵同肚腹都得到满足，佢喂饱晒佢哋。有一次经过长途跋涉之后，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。就喂饱了五千几人了。五千人？是啊，另外一次是四千几人。从此之后，大家都希望他做以色列的王。他真是我们等着的那位先知啊！不是哪有那么多神迹啊？而且他的说话还很有权柄啊！他是尼赛亚，以色列的王啊！他是我们等待已久的救世主耶稣啊！有些门徒听到这些说话，都想立他做王。主啊，一定要去耶路撒冷，现在个个都拥戴你。没错，我们要去耶路撒冷。太好了，在那里我必须要受好多嘅苦。喺嗰度我会受长老、祭司长同律法师嘅逼迫。唔会噶。喺嗰度我会被杀。唔得，唔得噶。死后第三日，我会从死里复活。门徒都不希望听到这样的消息，有些门徒认为耶稣要建立地上的王国，但其实耶稣另有一个使命。你们中间哪个愿意为大，就必作你们的用人，哪个愿意为首，就必作众人仆人。我来并不是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。有人震惊，有人忧愁，亦都有人好唔高兴。耶稣传讲嘅道理对好多人嚟讲越嚟越难接受。你哋要爱你哋嘅仇敌，嗰啲恨你哋嘅要待佢哋好。你哋嚟跟从我系因为食饼食鱼得饱，但系唔好要为嗰啲必坏嘅食物劳力，要为嗰啲传到永生嘅食物劳力。就是我要赐给你们的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如果得着这个生命的粮，就必然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给你们的粮，就是我的肉，就是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。有些人听了就离开了他，因为他们想要的是地上的王，他们开始拒绝耶稣的教导。就算十二门徒里面亦都有人被撒旦试探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耶稣。
安排好了嘛？安排好了，呢度30块钱。放心啦，我会将耶稣交俾你。我哋要小心啲，耶稣喺百姓当中仍然好受爱戴。我们一定要想个方法，令到呢一班人唔再跟从佢。佢系边个嚟噶？佢系耶稣啊，拿撒勒人耶稣啊。佢行神迹嗰个啊。作反啊！成班都作反啊！他还令到啲百姓咁激动，再咁样落去嘅话，成个局面都会失控噶啦！我杀啦！以色列我杀啦！我杀啦！我杀啦！以色列嘅王啊！我杀啦！边度值咁多钱啊？你唔买就唔好阻住晒，离晒谱嘅根本就唔值两个钱啊！你听住啊！冇钱就冇鸽子，就冇得赎罪，你自己谂下啦。下一个，我哋要做啲嘢，要快。但系我自己带咗啲鸽子嚟献，我买唔起呢啲啊。你嗰啲唔用得噶，只可以用呢度买个祭牲嚟做献祭。点解啊？系法利赛人咁样交代噶，就系咁样啦。快啲俾钱。主啊！点解？点解要咁做？唔好将我父嘅殿变成买卖嘅地方。呢度系土国嘅殿啊！我啲钱，我啲钱啊！啊！拎走，全部拎出去！你哋点可以喺圣殿里面赚钱？你哋唔怕神咩？全部同我拎出去！停啊！停啊！你点解要咁样做？点解？经常记载咁话，我的殿应当是祷告的殿，但系你哋。你哋竟然搞到成为贼窝！啊，佢想点啊？拿撒勒人耶稣，你凭乜嘢咁做？凭乜嘢拆毁呢一座圣殿？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嚟。咩话？呢个圣殿用咗46年先建成，你话三日内可以将佢再建立起嚟？你简直系疯子！你哋呢啲假冒为善嘅文士同法利赛人有祸啦！假冒为善嘅人，你哋好似粉色嘅坟墓，外面虽然好睇，但系里面，里面却系装满咗死人嘅骨头。你哋有祸啦！用自己所定嘅律法去将天国嘅门闩埋。你哋呢啲人自己唔愿意入去，亦都冇办法遵行到神律法中最重要嘅公义、怜悯同信实。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你时时杀害先知，一用石头打死奉差遣嚟你哋呢度嘅人，我多次。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似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
我话你知啊，佢真系离晒谱嘅，佢威胁紧我哋嘅权威啊！即刻采取行动。如果唔采取行动，就等于认同耶稣。唔通我哋眼白白睇见佢将我哋嘅门徒都抢走晒啊？但系佢嘅教导同我哋并冇任何冲突嘅地方。我同意，佢嘅教导好纯正。纯正？你睇唔睇到佢今日喺度捣乱啊？我哋必须承认，攞祭物嚟圣殿呢度卖，本来就系唔啱嘅。民众对商人嘅不满已经积压咗好耐噶啦。就算系，但系今次佢喺圣殿度捣乱，下次又唔知会做啲咩事出嚟噶啦。仲有，唔知我有冇听错，佢好似自称系犹太人嘅王啊。唔好意思啊，干亚法，系跟从佢嘅人咁样叫佢啫。虽然系咁，但系佢冇抗拒，咁就足够判佢叛国罪啦。又或者我哋可以咁，与其失去整个国家，倒不如牺牲佢一个人，整死佢啦。啊！我同意哥日法，我都赞成。拿撒勒人耶稣只会对以色列带嚟伤害。一定要将佢铲除。呢件事唔可以拖。但系圣殿嗰件事之后，我哋就唔知道佢去咗边度啦。但系我一定有办法可以揾到佢喺边嘅。咁旨意你啦，主啊，唔可以噶，呢啲系奴仆做噶，唔系你做噶。西门彼得，你叫我做主。你说得没错，我本来就是。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都应该彼此洗脚。我做了你们的榜样，叫你们照住我向你们做的去做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你们应当彼此相爱。我好开心同你哋一齐食鱼与自己筵席。主啊，咩事啊？你哋中间有人要出卖我。主啊，是谁？是不是我？我染一些病给谁？那谁就是出卖我的人。你想要做的事，快点去做。你们吃这个饼，这个是我的身体，是为你们擘开。这些是我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。
讲我知，佢而家喺边啊？今晚你哋为我嘅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常话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但系我复活以后，要喺加利利嗰度等你哋。就算所有人为你嘅缘故而跌倒，我永远唔会，一定唔会。彼得，撒旦想筛你哋，好似筛麦子一样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。在你回头之后，你要坚固你的弟兄。主啊，我愿意和你一起死。彼得，今日是鸡蹄之前，你会三次说你不认得我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父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求你将这个苦杯拎走，但是不要照我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旨意。主耶稣，时候到了，出卖我的人就来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犹大，你做什么啊？你带成班兵丁嚟做乜嘢啊？拉比，犹大，你用亲嘴嘅暗号嚟出卖我？发生咩事啊？冇啊！你哋要揾边个？拿撒勒人耶稣，我就系。你哋呢啲官兵带住刀棒嚟捉我，就好似捉嗰啲强盗咁。我日日都在圣殿里面教训人，你们并没有下手捉我。现在圣经的预言要应验，捉住他，别乱来啊，放开他啊，不要捉他啊，捉晒他们所有人，不要让他们啊，彼得，放开他啊，放开他啊，收回那把刀。唔通我唔能够祈求我嘅天父，而家就为我差遣十二营咁多嘅天使嚟咩？神医好你。主啊，主啊！
你喺度等我。你去边啊？我想去睇下发生咩事啊。约翰啊！对于呢啲指控，点解乜都唔答？快啲答大祭司！我向来都系公开讲说话，喺会堂里面，喺圣殿里面，我从来都冇暗地里面讲过啲乜嘢。你点解要问我呢？可以问那些听见的人。耶稣！这样跟大祭司说话，我如果说得不对，可以指正我。我如果讲得啱，你点解要打我？官衙法，到啦，够啦！我而家就直接问你，呢度有啲人，佢哋指控你犯咗好严重嘅罪，佢哋话你自称系神的儿子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涉毒啊！我有罪！涉毒！我涉毒啊！我指住神，叫你起誓，你是基督神的儿子嘛？你说得啱。涉毒！涉毒啊！佢亵渎神啊！亵渎神！亵渎神啊！从此以后，你哋要睇见我坐喺嗰位权能者嘅右边，驾着天上嘅云降临。静啲，你哋静啲啊！我哋唔使再揾证人求证啊！呢啲亵渎嘅说话，大家都听到，点样处决佢？咪住，你好像是他的门徒啊。不是，我不是。你是啊，我见过你们一起，我肯定。你认错人啊。没错，你是加利利人，你是耶稣的门徒。我见到你和他在客西马尼园那里。我告诉你，我唔识呢个人，我发誓，我唔识佢。
律法讲得好清楚，系死刑啊！但按照罗马法律，我哋系冇权先至执行死刑，只有罗马政府可以。带佢去见比拉多。求下你，求下你，我一定要同你讲，一定要同你讲啊！唔紧要，放开佢。我出卖咗无辜人嘅血啊！呢啲钱你攞翻去啊！攞翻去！我出卖咗无辜人嘅血啊！我有罪啊！咁关我哋乜嘢事啊？我有罪啊！我有罪啊！佢俾人带咗去见比拉多，好快就会判罪噶啦！带我去见佢啊！带我去啊！你哋带呢个人嚟，话佢犯咗法。当我审问佢之后，揾唔到佢有咩罪，但系偏偏你哋又要定佢有罪。既然系咁，鞭打佢就算啦。38，哇！39，哇！40，放佢落嚟。带佢走，比拉多要见佢。睇住，佢留咗顶皇冠啊！睇下，你哋睇下呢个人，我查唔出佢有咩罪嚟。你到底做过啲乜嘢？点解佢哋会咁？按照常例，每逢逾越节呢个节期，要释放一个囚犯。你哋要我释放边一个？而家要唔要我释放呢一个称为基督嘅耶稣？耶稣，亦或释放巴拉巴？巴拉巴，法利赛人要你哋大嗌巴拉巴，释放巴拉巴，呢个系法利赛人嘅意思。你哋快啲讲，要我释放边一个？巴拉巴，释放巴拉巴。咁呢个人，呢个称为基督嘅耶稣，我要点处置啊？钉十字架，唔好啊！点解啊？佢犯咗咩罪啊？我查唔出佢有咩罪嚟。犹太人有律法，按照我哋嘅律法，佢应该死，因为佢自称为神嘅儿子。钉十字架，你
你喺边度嚟噶？究竟你喺边度嚟噶？点解你唔同我讲嘢？唔通你唔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亦都有权柄钉你十字架咩？如果唔系从上头赐俾你嘅，你就毫无权柄嚟办我。所以将我交俾你嘅嗰个人，佢嘅罪系更加重。我话俾你哋知，我查唔出佢有咩罪嚟。佢自称自己系王，咁又点啊？除咗该撒，我哋冇王嘅，你都应该知道，凡以耶稣为王嘅，明显就系背叛该撒。你哋承担呢个罪，流呢个义人嘅血，罪不在我，因为我查唔到佢有罪。流呢个义人嘅血与我无关，你哋自己承担啦，由得你哋啦。佢嘅血归到我哋同我哋子孙嘅身上。圣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记载，佢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佢诚然担当我哋嘅忧患，背负我哋嘅痛苦，我哋却以为佢受责罚，被神击打，苦待。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同羊走迷路，各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他救到其他人，但是就救不到自己。如果他现在由十字架到落到来，我哋咪信佢咯。神如果中意佢嘅，而家可以救佢啊！因为佢曾经讲过话，我系神嘅儿子啊！父啊，赦免佢哋，因为佢哋唔知道自己做咗乜嘢。你唔系基督嚟咩？点解你唔救下你自己同我哋啊？咪嘈啊！到而家你仲唔怕神啊？我哋系抵死嘅，呢个时候我哋系罪有应得嘅。但系呢个人从来冇做一件唔好嘅事，冇犯过罪啊！耶稣啊，当你德国降临嘅时候，求你纪念我啊！我实在同你讲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。他在十字架上煎熬了三个钟头，一直到中午
奇怪的事情发生，所有地方都黑暗无光，维持了3个钟头。看看你的儿子，看看你的母亲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要离弃我？父王，父王，圣娘，父王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他断气的时候，地大震动，磐石崩裂，坟墓都打开了，圣殿里面的万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这个人他真是个异人，他真是神的儿子。我记得那个诱惑人的耶稣在再生的时候曾经讲过，死后3日我要复活，为免他继续迷惑百姓，叫人将坟墓把守妥当，而且封好他，免得他班门徒来偷走他的尸体，然后跟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。好了，尽你们的能力看守坟墓。第3日了，你讲了很多次了，已经守了3日了，用3日看守这个坟墓，其他的死人都不用我来看守，但是这个就只是这个要看守，都是因为那些蠢材的谣言竟然相信他会复活了。你听过死人会复活的吗？所以我们就要看着咯，免得他的门徒来偷走尸体，然后说他复活了。不要再吵了，死人梗系唔会复活啦！咩事啊？啊，唔知啊，地震啩？我唔知啊。你又瞓唔着啊？你需要去瞓觉啊。我需要平安啊！我否认咗主，约翰，我令佢失望。我哋都好惊，真系希望有机会能够话俾佢听，我几后悔，我真系好想。玛利亚，我见到佢啊！边个？系主啊！我见到佢啊！佢复活啦！咩话？同佢讲嘅一样，佢从死里复活啦！主耶稣真系复活咗啦！佢已经唔喺坟墓里边啦！有咩可能？那个坟墓系空嘅，
我师宝仲喺嗰度，但系冇尸体。主耶稣已经复活咗啦，喺同一日，耶稣向佢嘅门徒显现。当晚我哋见到主啊，佢仲同我哋讲嘢。我讲过啦，我唔会信，除非我睇见佢手上嘅钉痕，又用手摸佢嘅肋旁。如果唔系，我唔信。愿你哋平安。我用你嘅手指摸我嘅手，伸你嘅手出嚟摸下我嘅肋旁。唔好疑惑，总要相信。我嘅主，我嘅神啊！多玛，你因为睇见我先至相信，嗰啲冇睇见就相信嘅，佢哋有福啦。西门彼得，你爱我吗？主啊，你问咗我三次啦，你系无所不知嘅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喂养我嘅羊，西门彼得，你年少嘅时候束上腰带，随意咁样往来，但系你年老嘅时候，你要伸出手嚟，人哋要将你绑住。但你都不愿意去的地方，你愿不愿意？你愿不愿意为我去？我愿意，无论你要我去哪里，我都愿意，我愿意全心全意跟随你。那约翰呢？他第日会怎样？不用担心约翰，我如果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只需要跟从我。好多人以为耶稣咁讲系话呢个门徒唔会死，当然最少佢落喺敌人嘅手中就冇死到。事情就系咁样啦。就是你，冇错。其他门徒都先后殉道，每一位都带住耶稣嘅福音周围去，让世人可以认识神。佢哋亦都因为耶稣而牺牲生命。我系所有使徒中最细嘅，我为耶稣一切嘅作为、神迹，仲有佢嘅爱，为佢做见证。你哋往普天下去，要传福音俾万民听。信而受洗嘅必然得救，我亦都爱佢，并且要住喺佢嘅心里面。要记住，我会常与你哋同在，直到世界嘅末了。所以你哋睇，我点可以否认亲眼见到嘅一切呢？又点可以否认我所知道嘅真相？耶稣基督确实系神嘅儿子，佢嘅死洗净咗世人嘅罪，包括我嘅罪，仲有你嘅罪。佢死后又复活咗，我亲眼见过佢。而家，你听完咗佢嘅故事，你愿唔愿意相信佢呢？耶稣所做嘅事仲有好多，如果全部都写晒出嚟啊，我谂所写嘅书会多到全世界都装唔晒啊！从来冇人见过神。只有在父怀里面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基督本来是神的儿子，他由天降下成为人的形象，由童女所生，为要作世人的救主。
佢喺世上生活咗33年，佢生平嘅事迹都记载喺圣经嘅四本福音书里面。记载呢啲事情系要叫你哋信耶稣系基督，系神嘅儿子，而且当你哋相信佢，就可以因佢嘅名而得到永生。